12月19日至21日，由中国第一高级珠宝时尚杂志《芭莎珠宝》倾力打造的自有全新展览 IP—— 2016芭莎珠宝国际设计师沙龙于北京国贸大酒店上演珠宝华彩盛宴。创想行业多元新生，助推中国珠宝原创设计。19日下午，芭莎珠宝国际设计师沙龙启幕酒会在时尚集团及芭莎珠宝执行出版人兼主编静静女士的感召下，飞流品牌创始人、珠宝设计奥斯卡英国 UKGA 大奖得主、英国华裔珠宝设计师刘斐先生，美国著名珠宝设计师、建筑师莎莎女士，新锐设计师代表品牌 Grace Fine Jewelry 创始人唐颖女士， HUI 珠宝创始人王徐惠美女士，斐耀珠宝董事长吴斐，君玉珠宝创始人周小静，赛雷盖设计师工作室创始人兼意大利 Emma 高级珠宝设计总监魏文秀女士，以及 Kelly 谢品牌创始人谢晨玉女士等多位国际知名珠宝设计师汇聚一堂，对中国珠宝设计展开探讨交流。2015年，芭莎珠宝创立芭莎珠宝设计师联盟，带领十余位国内新锐珠宝设计师登上国际化的保利香港拍卖舞台，并见证助力陈世英、Candy Zhao、刘斐、Annie Hu 等珠宝设计师跻身国际知名设计师奋力拼搏的历程。在帮助众多原创独立设计师业界展露才华的同时，也为中国的珠宝藏家介绍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优秀设计师及作品，为中国的珠宝市场注入多样化活力，创新发展不忘初心。2016年，芭莎珠宝厚积薄发，倾力打造自有全新展览 IP 芭莎珠宝国际设计师沙龙，秉承珠宝文化的传播者、珠宝品鉴的教科书、珠宝行业的推动力理念，以国内外原创设计师、奢华独立小众品牌为绝对主角，以 B2B、B2M、B2C 为导向的璀璨激情对话平台及智美品牌多元化融合展现平台，旨在以国内外设计师、奢华小众品牌与中国珠宝行业上下游从业精英人士搭建品牌文化融合桥梁，打通更多更有价值的商务合作渠道，为更爱珠宝、懂珠宝的人提供更国际化、多元化的选择，创想尖端珠宝品牌文化多元融合的新天地。酷六时尚北京报道。